商量好的，我来录到日期。我就哭着说：“吸引力法则。”我刚才创作一个投稿，我觉得太好了。哇！非常享受我的创作。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我觉得我比起教书，我比较适合创作。我觉得这个更容易。妈耶！都觉得创作更容易啊！教书就多了一个人，那多复杂啊！今天又改了一节，他妈的给了份给我都快疯了，哎，给你看那个啥，给你看我的小家，你能看见？不是能在看学见校，吗？可以，我在学校呀。我在，你看都胖了，你看我胖了有没有？哇，你真的是大了很多。哎，你有没有看我那个视频？我没给你发的，我刚才给翠翠发的，我一个做腹肌的视频，可以看到的六块腹肌映射在那个房顶上，特别好玩。它那个健身房房顶有一个镜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做的时候，我那个腹肌六块就看嘣嘣嘣在动。然后我今天跟翠翠说，我说你看这个啊，在动，特好玩。你看就大很多，然后哇塞！我的胸就大了，哦，真的，天特别哪！恐怖。就一天，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今天还得为什么呢？那给我吃就教吃的多吗？还是？那这吃的都不是一般，吃的我还是有控制的，一天长1两，如果长二两就特开心，但是我就可以调整，所以我刚好是一个星期长了大概是1斤，就觉得哦，有长1公斤，长1公斤还不是1斤，长2斤1公斤，哎，我觉得还挺正常，还不我错，的天，第一次这么可以开可心。以。以前就是也差不多，但以前没有那么快，以前的可费劲了，3、4个月才长43公斤。就我现在也挺不一个月就蹦到43了，我今天已经，为什么会长这么慢？对，以前就长长得肉慢，不是很容易的吗？就是，对，你不是随便吃的，你知道吗？你也得控制，嗯。就是让这肉全部都进到那个肌肉里面去，还是有套路的。比如就说是现在真正的长肉，是吗？我就停碳，我就训练之后，现在4个小时啊，就停碳水了，碳水。嗯。怎么样？你做哦，的？还挺好的，我觉得挺，我们查什么这呀？个我们表查格日确程。实是好，我们查你你这查个查，表格做的好不好，对吧？我们嗯，先看查一看，下。对，嗯，我这儿是不是今天做的？大病毒传染天需要呐，停交我的的还是天呐，有怎么吗？这么多？都是妈耶，病毒，你知道好吗？哎，吧，这个没嗯，有了，这挑选这个因可为以那了，什么就没有了。然后通过这个图片再嗯。看底语法学习方法，这个已经和他说了。变相关键嗯，词我们下节课做，大作文关键词三篇，这是我们上期写的这个挑选现象的范文，挑选现象的范文我给你挑了，全部都是你写作的。如何用图哦，片背单词？用图片背单词哦，这今天 daily lesson 讲，我知道 daily lesson 的意义在于好，哪儿了。啊，原嗯，来是这样。学生跟我说，老师，你我终于看更见新你了。写的那个了，对，对学对。生说是因为没有我更新，他们坚持不下去。我说那是不是嗯，因为是我随便发点什么都可以啊？好像是这个套路，就是只要微信公众号有更新就行，不管发什么都可以。就是我认为我一定要把这课录得特别好，其实并不是，他们只要看见每天公众号有更新就可以。嗯，对。他们说公众号不更新就会觉得心里不踏实。我更新你就学习了吗？我想问，我要是更新你心里踏实，你就学习了吗？问题是有不很是，多人考过了，都已经到英国了，好几个都已经到英国了。哇，真的是吗？然后给好我吧，留言说，老师因为看不到你更新，所以就很不踏实。我说你都考过了，你为什么还要踏实不踏实？就是上次在曼谷跟你一起考过那个小女孩，啊，他都去了，对，她啊，就好是，棒呀！就她是考过了，她一直在等更新，我不知道在等更新干嘛。还是想要了解一下你最近的情况。那情况就讲英语吧，你干嘛呀？你看你这个，很多人都在看了吧？你这么有意思哦，就是，我把这个准发在那个，我们嗯，确保我们全部都 protect 了，
吧？啊，不行不行 ，Snow 没有被 protect。哦，全部的。哎，但是这个，哦，没有没有，他们还是改不了的，对不对？我给他们的链接是 View version， 我们 protect 或者不 protect， 他们都看不了。嗯，他们都只是看 view version，都没有办法去改我们的东西。我还就除了我们这几个人呗。对对对，我们还是 protect 下来。哦。改了我们就完了。我看一下，再往前一个，第一个。他们也看不懂，我就把这链接放那，我想万一有人能看懂。我觉得挺难的。我觉得不大有可能能看懂，但我说了一下，我解释了一下，我才能去这样用。那就我又加了两个，好像 off 和那个这个三强的这个。我想你可能是这个，不会。嗯，对，我说了吧，我说那个 admittedly 有可能没有找到。对对对，我看你总结的是下面。然后我把不会的单词我直接写到这个就是第一个句子里面，就是我的原文这块。所以我们现在要检查的是这样的就是否根据视频和表格挑选出检查出。我要不要把那个我做完的那篇就是那个截图发给你，发在上面，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对对这样在一起。你的通过读一遍啊。哦，对吧，是不是你要通过读一遍我才可以检查出来，你觉得呢？我检查一遍。好，我觉得是你要通过读一遍吧。嗯，把这删了。这是什么视频？这是昨天这个这节课的视频对吗？这个视频就是这个，哎，我看看对的视频。哦，等一下我打开看一下，我咋觉得是那个短的是呢？我看一下，就是一个链接。嗯，你的原来链接去哪了？什么原来的链接？我之前没给你放一个原来链接吗？哦哦，56分钟就对了。对的。哎，不对，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不是41分钟。哦，不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的吧？对的，对的，对的，对对。我原文链接去哪了？原文链接，我没有放。原文没有放，原文链接就放的是视频的那个。哎，怎么回事？昨天？对呀，昨天真的不能住在他妈的那个死农村，这个农村气死我了。Test three, passage three, 剑桥五。我昨天懵了一，我说原文链接是，我想了半天。这个吧，那就完了。嗯，那昨天 Snow 怎么做的题？他没有原文链接，选择，对吧？然后我们来 ，It is becoming acceptable. 啊，好可怕。第三篇，对吧？我都不知道我昨天读的是什么。嗯，昨天读的是那个。啊，特别特别难。不是这个，是对，可难了。AI 我觉得挺难的，这个，对。我觉得还行，拿这方法。哎，你知道我跟你说点别的，好不听。啊。我的创作都变得更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的就因为我老师讲阅读。为啥呀？我刚才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表扬一下我自己，现在就我自己写完之后，我都知道我写的哪不 flow， 我回去再读一遍，然后都可以改。然后我写出来的句子，真的会比以前更，怎么说？我觉得我写出来句子比以前写出来句子会更有节奏，就是也是口语稿质量也都是一样，就刚写口语稿，就是这 life change story。我的天，sorry 啊。我会觉得也都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一小段，我会说 I often learn that once I consider a difficult as it is rather than evaluating whether I have the ability to solve it。 我觉得我写的更像是写作写阅读了。你发现我的句子会特别像你读的句子吗？哦，是呢。我跟你说，这个是 rather than
这个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可以可以可以。我写出来，我用了很多表达，就像你的阅读了。哦，那就是更正式了的。就是不是也不是更正式，就是更长了。哦，就是是就是，但是长的 很正常。你看这个也很长吧？哦、对，好像我写的这个特别像写了一个阅读文章一样。嗯，你看我这个 topic sentence 就很正规，就比如这个 topic sentence 很短嘛，这边这个 topic sentence 很长。嗯嗯，那如果你分析我的结构，实际上跟你那个结构是，比如说 before 的这样的，真的是对吧？好 ，I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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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so I becam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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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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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然后我这边，如果你在读 ，he told me if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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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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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e conversation， 啊 ，I felt I wouldn't， 然后这 but 今天踩的，这写的我都能看得懂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讲，这个。有帮助的，嗯，确实应该好好做这个。影响你看，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不是跑题？就告诉你这样翻译会影响你，会的，对，无意识的会影响。对，这些都是你错的题是吗？嗯，差不多就是我要不就不会单词的，然后要不就没有 same perspective to 就是这个。你告诉你就是跟我说，你先跟我说你怎么学的。我就先自己做一段，然后计时，然后我这上面不是也有那个时间，就大概是一段，第一段用了1分24秒，然后看完了，然后看完了之后呢，我会再时间去哪儿了？就是在我的片儿嘛，我就是说我哦，你片儿上有对没关系，嗯，然后就是我记完了之后。我会再想一遍，就是我都做，我都阅快速阅读完了之后，我会再想一遍他说的是什么，就大概会再往第一段看一遍，嗯、就是在第一段的时候看，就是第一看一遍他点什么，然后说完了之后，然后再就差不多，然后我觉得我理解了，我就不再做第二遍了，我就看你的视频对，然后我发现我现在，除了第一句有的。就是知识点不太了解，关键词都差不多弄，就是全读。我有个问题。嗯。你录音了吗？你自己说中文的时候。我没有录音。你少了一个步骤啊。啊。这个录音真的是。步骤是不是？确实很耗时间。但是你要录，因为如果你没有录，你肯定会有一些句子你跳过了，因为你现在找出来是这些句子吧，但你实际上有可能更多呢，嗯、会不会？嗯，因为主要不是都是在第一句的时候，不是第一句的时候记点吗？后面那些都是花关键词，这对，就是第一 句，你没有总结在这儿，说明这一句你。读对了，对吧？哪个？第一段第一句你没总结啊，说明第一句你读对了。哦，对，嗯，不对啊，总结了呀。Up to yes， 有。那也就是说，那我问你啊 ，the retur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下面这一句你没总结吧？嗯，哪个？我翻译了 ，it is becoming acceptable。啊，那就是形式主语嘛，然后，嗯。对这个我就弄对了，不是弄对这个你对了，就是、对对了，然后然后下面一句你总结了，然后 update become carry out perform pattern 这个对，然后哎中文都记下来，哎中文不能这么记，啊找到问题了，没有中文那个规律的那个我知道你那当时给我们不是找了一张图片吗？生死我知道还有图案的意思，生死呢生死去了。生词没有，有我就发现，嗯，对，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记在这边就更直观，每次还得过去找，太麻烦了。哦，那你就在这加一点啊，生词。嗯，那这样就更好。然后我们把这两列全部都给他，都有方法的，给他们，你给的 phrase 呀，对吗？
就生死在这一起的、啊、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你不会的生死，比如说 perform 吧，也是 carry out 吧，对，你就把这个 copy paste， 嗯嗯，然后这就删了，还是保存原来，嗯，对，你要考你自己啊。我考我自己，我就想再重新读一遍。我刚才就再重新读一遍，我发现有的不复习就是还是会忘。不用重新读，你要我的功能就是优化你的复习方法，嗯、对吧？好吧。Pattern recognition， pattern 是规律，对吧？对。然后你选规律，对啊。然后你就这样子跟我说一句。哦，那这样的就更好了，是的。是不是你可以把这个列给 hide？可以，然后意思、哦，然后你就对答案了，痛快啊！可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的，是。我非常擅长用 Excel 表格，是不是？对，是这样。然后再往下，这样这样可以。嗯，保持嗯 comeback 反正，所以这次对，然后 same 就是这个是相对比的位置，嗯、就是它是一个嗯 I'm pretty 的这个结果。对，然后你这一句、嗯、那你给我说说吧，你第一句话哪错，就是画横线的地方。对，就是不知道意思，你看、啊、这个是开始 嗯成为了可以被接受，就是再次被接受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它的目的是嗯 talk of， 就是除了 perform 和 pattern 不会，对吧？啊，对，我就是他不、啊、对，其他我都能翻译过来、哦、就是主要就这个单词我不会。对，那肯定这句话还是有问题。下面这一句话你应该能看懂，你只是 vanish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也可以看懂，但是这个、就是、对也可以看懂，后来 我肯定可以看懂，可以了，现在真的可以、你这个 seems 没有找到，对吧？对对，我都知道你是不是我找不到下面真的你说的那些我就真的没找到，你肯定 admittedly 没有知道是让步转折啊，就是你不知道 admitting 是不是我？对，我不知道，对吧？我肯定是这个，是对。The rehab 是复原，对吧？哦，什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要记 rehab 这个词。但是 the fact that others are starting to use it again suggests that 你不知道 suggest 是暗示的意思。嗯，我看，哦，对，它表示强结果，你记了吗？哎，这个是。我是记得 move on 向前，哦 ，suggest 我好像没记。你知道 suggest 是强结果的意思？哦，不，我记了。是那个完整的句子，就是那个 suggest that， 是不是那个什么完整的句子？我讲的时候，解释前面的名词。suggest 是强结果，你不是应该记得三强吗？我不记。Oh my gosh， 我忘记。哎，那我怎么没有记？我看一下。哎，这个三强你应该给分开吧？是不是应该把强结果、强转折给分开记？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我明白。你，是应该这样吧？是不是这样？我想想。给他分。你 off 这当时这一行是，因为我当时我想过是给他分开的。你 off 这一行，就是每次感觉它太长了，放在一起，其实你都看一看这些，哦，对，那倒还是乱算了，还是不一样的，对吧？我觉得还是分开吧。嗯，是的，是的，是。三强，那你写三强就是让步，对吧？让步就是转折，就是让步。然后这是因为实际上你去做的吧 ，because of B because of A， 就结果和因为吧放在一起吧，嗯，然后转折 unlike 什么什么 B， 这个很少有，但你还是写了一遍，转折 unlike suggest that unlike 什么什么 B， 哦、unlike， 对吧 ？unlike 这个嗯好吧，比较少，转折不很多，这个就对了，然后你这三个。放在前面，因为这个是重点吧，就放在定完句子结构之后。对，这个，对，这个应该放在前面一些。有时候这个走得很快。嗯，真的，我觉得这个表真的很好用，我再回去看，就很多东西就知道了。
这些知识点。句子结构是前面 I love you， 前面句子结构 I'm pretty。嗯，句子结构。我现在还是不理解那个一个完整的句子前面，就那个 that， 省略后面，就是和后面的句子主语一致的时候 ，that 可以省略。等着 ，but the fact that， 这个我觉得你是不知道 ，the fact that 后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解释 that fact。这你会吗？之前跟我们说的。说过什么？对，说过。那可以。就是后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来修饰前面那个。那个 that， 对吧？AI has moved on from being seen as an overambitious and underachieving。你那个 underachieving 不会吧？那个。也可以猜到意思吗 ？underachieving。underachieving 能可以啊，就是没有实现吧。对啊，那这句话你应该理解意思吧？其实你说的那个 umbrella 那个。你可以，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差不多就是不会了，就差不多就在伞底下，就是被收了，就这个意思。对，那你自己读完，所以你现在意识是对的了，你不再去直接翻译了。啊，我不了，我不那么傻。你现在太痛苦了。我才不那么实在了，真是搞笑死狗了。慢死以前就是和你以前的水平。是一样的，他是东北人吧，也很实在，真的是。他是山东，差不多吧。啊，那差不多。就是很实在的孩子，你知道吗？很实在去理解。对。我知道了是什么问题。对。我现在知道是什么问题。然后再往下 ，the field was large， 所以你自己读完了，和你再跟我对比之后的意思差不多吧？对，是的，就没有太多不一样的。The field was launched， 这个除了那几个，那个知识点我们在讲过的，就是 coined at a conference 1956年 by a group of 谁，然后 HS 和 AN， all of them went on to become leading figures in the leading figures 你也看说，对，我觉得 whom 这个不是特别好看，对，这个不表目的，这是 whom 是名词性从句对吧？是宾语。等于是它定语从句叫宾语了。对，是定语从句。这个也是算的主语从句，叫什么宾语从句，还叫什么？那叫什么？反正就是它是整句话代替，代替它宾语的位置的、那个。对。副表目的是什么问题啊？那个？就是 went on to， went on， 对，就是 go on to。went on 我没有反应出来是 go on， 就是继续的意思。那你把 to 翻译成什么了？自己翻译什么？就我因为那个 went on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 to 我也很迷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把这个视频发 YouTube 吗？今天可以啊，发。讲讲这个怎么用这个表？昨天都下载这个表，都不知道怎么用，是因为我没有放链接。逗死了，因为这那么多人看这表，他们看什么呢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嗯，我也是震惊了，是吗？我们今天把这个翻译出来告诉他们是怎么用。True 表目的，你把它当做什么？我就是可能是，我是在录音。哦，我是在录音。Went on to go become。哎，反正当时我这一块就很迷惑，后来你讲之后我才知道 went。就是我没有反应出来这是 go 的过去式。你总结过去呢？你总结的位置是你没有翻译出来 to 表目的。因为我现在在想，我告诉你我想什么。我现在在想，如果 to 是和 for 的问题是一样，我们就要搞一搞 to 了。没有 to， 我觉得还好吧，还可以。但是 to 有的时候它不是那种固定搭配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对，就固定，对，就是 to。因为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表目的，这个 to， 要不就是固定搭配，对吧？什么样的情况？是 I'm going to， 啊 ，going to 也是表目的。我去，去，我是表示的是方向。去哪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去哪个表示方向吧。那
你可以分辨出这个 to 什么时候是指代名词吗？比如说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解决方法。这个就不是目的了吧？我说 there is a solution、to the problem， 我说就有一个解决方法。对于，对于，对，关于这个，对啊，关于，你可以区分出这样两个吗？应该还可以，可以，可以的。那我后面说这个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有什么特点？这个结构 solution problem 哪个？那个 to 呢？有一种情况叫做 proposition。比如说 to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有一种情况是 na 一个名词加一个 to。加一个 to， 之前的课里面讲过，然后叫做，也就是说 to 在这个里面叫的是 preposition， 叫做介词的作用。哦，介词，对，加 preposition， 后面要加 ing。 没有 to 这里面，那加 preposition， 哦，这 to， 啊，很好用 Google， 最后一个，啊，我说我们对于什么东西的态度 ，an attitude。To something， 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 ，approach to do something。比如说一个 contribution to something， 对吧？我对一个什么东西的贡献，我的 desire， 我说我有一个 desire 去，我之前一个月之前跟乙凤说，我说完了，我说 I don't have the desire to scale up， 我说我没有这个 desire 把 KCL 做大，乙凤说这下完了。你跟我说，我说天哪，怎么办？这是个很恐怖的事。一共说啊，这件事还是挺恐怖的。我说那怎么办？我说好像我只想改课了。后来我就想，那我就来改课了。我就加了 to do something。就这种情况，记得前面是名词，加一个 to， 懂了吗？嗯。而你回过来看，你刚才这一个就不是了，前面是动词加 to， 叫目的。Oh, 懂了吧？你肯定是做某件事情的目的。I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我继续去做某件事情，对吧？或者说，他回来了是为了去见他。I come back to see you， but I came back， 我刚刚回来来见那个特别帅的一个人。I came back to see you。 那就是区别，就是在 to 前面的那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然后决定它的意思，对不对？大部分情况。嗯，就跟那个 for 似的，我们只可以说一个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好的，明白。因为我们这个 to 还是暂时观察吧，有可能还会再出现问题，有可能我自己觉得是，所以我标记了一下，我觉得有可能还会再出现问题。The goal they shared was an attempt，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吧？嗯，我看一下 ，attempt。哎呀，这个，哎呀妈！哦，这个是因为那个 that 省略了，你是不是没有看出来？对对对对也就是说省略这 that 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嗯，就是每次都是这样。我告诉你啊，啊，套路来了。The goal， 对吧 ？The goal 肯定是一个句子开头吧？你觉得这是主语吧？主语后边加了一个名词吧？这两个是不是都是名词啊？这两个都是名词，怎么能放在一起呢？你看，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目的，他们，这个目的，他们，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对吧？你懂我说意思吗？这个目的，他们，所以这个目的和他们绝对是分开的，因为这两个名词不能放一起吧？嗯，那我就要在前面记一下了。我讲课的时候要注意，这是怎么分，怎么区分，怎么区分啊 ？That 啊，被省略的，对吗？对，是的。一会儿给你例子啊，你看，这是不是就？然后我们就试一下这个 rules 可不可以实现啊？今天好，方便跟学生搞一下这个，这大厂试一下 rules 我可不可以？我想想什么？我说，这个他们分享的这个目的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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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agree。对，我说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这个男生。The boy, we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然后会说，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这件衣服，就这个裙子。对对啊 ，the skirt we is in red, on those like classic color. In red one, 是吧？我们两个人都喜欢，我们是不是符合这个 skirt？ 哦，是。什么样 skirt we both like the skirt？转换成这就是 we both like a skirt. This skirt is in red. 对对。但是他就是想去这个句子，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么写，你必须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去组合这个句子，是因为他想要表达这个裙子是红的。如果你是分开两个句子去写的话，你不知道他的重点要去表达什么，你只会觉得说啊，我们俩都选一个裙子，这个裙子是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想说这个裙子是红色，懂吗？我比如说这样说，我说啊，哦，我们两个人一起进了商店，商店里有很多裙子，我说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喜欢那一条是红色的，这就是这个语境。跟我说意思吧，嗯，就是他想要去强调后面，强调，对，这个会帮助你以后写作的，嗯，好的，是吧？好，我们再换一张说，嗯，有的时候他不做主语，他做的是宾语的位置。我说，我说，宾语，我说有一个there is a red skirt。我说 I saw， 我说 I saw， 我看到了一个红色的裙子。嗯 ，I saw a red skirt。嗯，怎么样呢 ？I saw a red skirt。嗯，不想用一个被动，不能用被动啊，不感兴趣。I saw a red 我想一下。啊，我知道了。I saw a picture。我看了一幅画，什么样子的画呢？对吧？我原本是想说 ，that is painted in red。嗯，被 painted 成红色的画。I was， 对吧？嗯，对吧 ？I saw， I saw， I saw， 我看到一幅画。I saw 一幅画，这幅画被喷成红色了吧？多奇怪。然后现在。我们给他改了，啊，我就想说，我重点强调就是我看到一幅画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把 that is 给删了 ，painting in red， 看到了吗？嗯，这个情况就是和我们刚才看这个是一样的，也是把 that 给删掉了，对，它就会变成了那一种，那就是这个对，这个你很容易判断出来吧？过去分词前修饰前面这个名词，这种你为什么判断不出来？是因为这个 skirt 在后面这个句子里面做宾语了。We both like a skirt， 看到了吗？也就是说，这个 skirt 放在这儿的时候，你就判断不出来了。如果这个 skirt 是前面的 ，the skirt painted in red， 啊、什么或者 the skirt， 我不是啊。假如说 ，the picture painting in red， 我说 the picture 这个，对吧 ？It's given to me by my teacher。我那个红色的画，对吧？是被我的老师给我的，对吗？你这个你可以很好的去判断出来了，因为这个和上面的结构稍微有点不一样吧，对不对？这个是上面这个结构了 ，painting in red 了，嗯，对吧？那我现在改了啊 ，the picture， 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my teacher
give to me. 昨天给我的 is painting in red. 哦，我明白了。看到啦，这个是不是就和你上面的裙子那是一样？下面一个画的例子，是吗？是的。现在懂了啊。嗯。对。所以你下次再去判断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下次再去判断，你会发现说，哎，一幅画，我的老师，这简直是没有办法连在一起了。所以你就要想一下，那很有可能是这个结构，啊，对吧？我的老师给了我一幅画，然后是什么什么样？这个就是你的例句了，放在这了。好的，下次把你碰到。嗯，对对，这个例句很重要。我发现我非常擅长出例句。今天早上给学生处理一个例句是，很多人喜欢说每天吃一个苹果很好，另外一些人说，我们不应该每天吃苹果，应该每天吃一个香蕉。然后你的观点是什么？然后他答错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很擅长出题目。如果问你，你怎么说？写作。有一些人喜欢苹果，有些人喜欢吃香蕉。有人说我们每天应该吃一个苹果，但是其他人说我们每天不应该吃一个苹果，嗯，应该吃一个香蕉。嗯，你的观点是什么？都，嗯，是哪个？嗯，我都同意。哦，你也错了。不啊？这两个只会同意一个，因为两个不可以同时发生。第二个，等一下啊，第二句话的重点是。不应该每天吃苹果。嗯，第一句是应该每天吃苹果。哦，你怎么可能都同意啊？你都同意你就吃不吃，啊，你是不是想说都同意我每天既吃苹果也吃香蕉啊？对对，不是，就是有一些人分情况嘛，有一些人吃。哎，那不对呀，啊，对吧？对对，是把自己绕进去了，越写越奇怪，说鬼。怎么样 ？But it was a term that captured seeing the public imagination. 对，这个没有问题。嗯，所以你看，这个什么样的 term that captured 是等于哪一个？刚才这个。哪个 that？ 我说，你把这个句子拿起来讲啊！我说，这有一个 term。这个结构，因为 but it was a term that captured the public imagination 是，但是这是正常的吧？就是正常的，对对，这是正确吧？哎，你管这个叫正常行不行？对了，一些人 agree that AI picked around a public read o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and excited about the growing power of computers at high expectations. 这个拿错了。没有错，就是 picked。 哦，oh, picked 哈，没有了，就是 picked。 It proved to be， 你肯定不知道 proved to be 什么意思。对的。 Thinking computers and household robots fail to materialize， 后面就不用解啊。我没读后面的哪个，知道它是错的就可以了。这个被证明，你看，表示科研表明，然后表强结果嘛。嗯，当时说的是，你看第二句话 ，thinking computer 顺承不读啊，你读了？不是，就是他前一句嘛。对啊，这儿就 is proved to be， 哦，好吧。In some ways, AI was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Whenever I'm promptly solving problems, so such as blah blah blah， 你这两个就是 problem was deemed to be。如果你不知道 deem to be 的意思，你可以读 the problem was to be to have been not to have been AI。 对，我当时是这样讲，就是我就把它省略了，就对，省略了，所以你也读出来的意思了吧。嗯，就是不有不会。嗯，不会是 AI。 对， yet 但是 all these ones well 掉到了 well within the umbrella， 这个你理解对了。再往下，潮起潮落，不会 may now be turning，根据是谁 ？XBR agency reckon that the new approach to artificial is the most powerful and promising. Returning. Another factor that may boost. 这个你都可以看出来。
the prospects for AI 就是正常的定语从句。Is that 是什么呢？投资者，这里边肯定有生词。对，都是生词。嗯，其实我是大概它的结构，我是能读懂的。嗯，有生词就很惨。对，所以现在很简单了，就是生词了。嗯，是。我也发现了，应该总结就是生词的短语。这个没错 ，future 未来对吧？嗯 ，future 过去分词。哎，不对啊 ，future on 不是未来啊 ，future 是说是电影里边就是主要演他了。啊。电影里面有主要有谁？比如说 this movie。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差不多吧。我说，this movie featured featured somebody。哎，对，差不多是主演的意思。啊，因为中文不好，但是就是主要讲的是什么，类似于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主演了是不是？主要讲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她怎么样？一般都是 featured 的一个人，她刚好是 featured 的一个电脑嘛，大概就是人的角色，你知道吗？嗯，比如说 feature 一个，如果你随便看一个，一般情况下是 feature 的人。我给你打一个，我看看啊。嗯。啊。这个是feature， 是不是可以这样打？嗯。我想打一个电影的介绍。你最近看什么电影吗？最近没有时间看。那个 Dance Academy 啊。啊、哦，那个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看有什么介绍啊，就是 introduction、嗯。我看介绍里边如果是有 feature 的，你就可以知道 feature 是什么意思啊。没有 feature 是什么意思？它大概其的意思就是这个里面是就是浓吧、嗯。如果这个句子我给你改，你会改吗？It's a drama series that follows small-time teenager. 是谁是谁？那我就会说这个电影可能就是 featured 这个 teenager 是谁是谁？跟我说意思了吧？他是说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个小朋友吧，叫 TW 这个人。对对。那你现在就是说这个电视剧里边 featured 这个 TW 这个人，他做的是他的语境就是这个样子，上下文可以理解。Feature 其他就是 does encapsulated the optimism of feature. 嗯 ，it's still no sign of does. Does 没有看出来，所以不是看出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它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嗯，我视频里边强结果，强因果，嗯，说了。强因果，哎呀，那怎么写到让步这了啊？对对对，得给他移一下。那没有问题啊。对啊，就是很好用啊。通关了这个表。嗯。是吗？这个表通关了。对，如果再有的话，那就往后加，就大概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全面了。那我下去。嗯。嗯，记录时间生词句子结果。如果再有还是这样，你看我昨天是这样来的。我昨天是先看了一篇小文章、嗯，在文章里边就挑选出来一些这个表里边没有的语法点写在这儿，比如 that clause。我知道你这肯定会出错。所以我加了一行 non clause 在这儿，然后实际上我讲的时候，我早忘了这个。对你，我知道它是 non clause， 但是我真的忘了。我觉得它是 non clause， 但是我特别担心它不是 non clause， 你知道吗？就我知道它是 non clause，、啊、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又不叫 non clause，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我又查了一下，结果那字典告诉我它还是叫 non clause。
但那个字典又说它叫两个字典嘛，一个字典说它实际上还是叫 non-clause 的，只是它比较特殊、嗯、另外一个字典把这个东西叫做 that clause， 我当时一脸懵我想妈的为什么要叫 that clause， 后来我想其实也对，它就是 non-clause 解释前面那个 non， 它在句子里边还是做 non 的位置，还是做名词的位置，所谓的 non-clause 就是这一部分在句里面做名词的位置，比如说、嗯what we eat every day is very important. What we eat every day 是主语吧 ？It's very important. 它还是做名词的位置。所以那你说 I have opinion that、我有这么一个看法，我有一个看法。I have an opinion that 对吧？这个看法后面接的这个 that， 我还是跟这个 opinion 一起在这个句子里面当做是名词。是，所以也可以解释清。Non-clause， 我觉得 non-clause 这个。解释比较 好理解，对、嗯、对，比较好。第三就是、嗯、I have opinion that everyone need to cook themselves every day。 对了对了对了，做起来做起来，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了。然后我就还是这样、嗯、我录视频之前我自己还是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语法点是没有的，然后把没有的写在这个表格里。对，我觉得还是得多一点，做多一点才能知道这些是不是囊括了所有的。我觉得我们再看这个表啊，这一列可以删了。哦，对对，这列需要有没有根据英文理解意思而不是直接翻译，这列需要有。哦，对，就那 umbrella 类似。Of， 这一列是什么什么的牺牲品啊？你看，这是我的假的。你 of 有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短语吧，它还有 of， 我就给写到这儿。我觉得你 of 已经出过好几次了吧？对 ，of 我觉得我只知道一种，就是后面的前面，就它是介，它也是介词，所以 of 是昨天。咱们没有说的。过的。昨天咱们说的是 for， 嗯。对，那我们就看 of 吧。好。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喜欢什么？以为我什么都会？我哪知道 ？Used to show possession， 对，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它实际上表述是一个物主、belonging to。belonging、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什么 belong to 什么？也就是说，什么什么这个是谁谁谁的，它是属于他的，所以你记 belong to 比较好记吧。嗯、好。我说 the， 比如说 the color of this skirt。我把你删了啊、对 so the color of this 比如说 boots 女性穿 boots 吗？对吗？对，是 boots， 对，是红色的吧？啊、color of this boots is in is in red。那我们再来看啊，另外是还有没有 example？ 还是表示介词的、yes. 表示。Use the after words or phrases expressing amount, number. Yeah, number. Hundreds of people. 对，是跟人的后面很多很多人。Hundreds of people. A bag of sweets.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问题的。Showing position. 我觉得好像说 position. 这个不一样。位置。对。位置。The top of the bag. 你错过这个。表示位置的、哦、好像我写作的时候就写图表的时候 the top of 这个还有 the bottom of 会错过吧，我好像老用错这个 of、哦、好，那就写了 to 啊 of 呢，那我们就写一个第一个用法，像昨天的套路嘛，这是 belong to， 对，第一是 belong to， 第二个是后面是名词，第二个是前面 是位置，位置，然后它是，前面是一个位置的单词，表示位置。然后比如说我们说，top of 什么东西，对吧 ？The top of his head， 嗯，他头的上面。That， 嗯。The front of the queue， 这个排队的前面。嗯，我就觉得记这个 on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on the corner。of the， 哦哦，这个听力里面经常用这个，对吧？嗯，
on the corner， 嗯，对，对吧？对。然后再往下，哎，你现在开始说你别的，你现在跟那个伦敦孩子开始说聊天了，是不是？说多了，太恐怖了！我刚一喝一口水，都快呛出来。对，我在想说你现在的发音。对，我的天，你就没事老跟他在一块儿吧？对，让他多去听听你的课。你这个 skill 比他的那个 skill 值钱多了，他不就会说个语言，对不对？嗯，preposition of a typical。以后可以用英语讲，那就厉害了。She has the face of an angel， 这个会错。哪个 face？ 这个是说的是 typical 和 characteristic of， 你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特点。哦。Guys got personality. 比如说，他有谁谁谁的性格，比如他有谁谁谁，这个是性格的意思。什么什么样子的性格？那 of 是做什么？比如说 ，She has the face of an angel. 她的脸看起来像个天使一样。对对。你就说她脸的特点是天使。是不是类似那个 like？ 就是她有点像天使的脸。对对对，她是说特征。看看更多的 example。嗯嗯。我看啊 ，attributes of a group great player， 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有所有特别伟大的运动员所有的特点。特点。就是什么什么的特点。嗯。他有某一类人的特点。我觉得可以记这个。嗯。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像经常会用。这个阅读力还挺多的，嗯，对吧？我说，他有运动员，有所有伟大运动员，有伟大运动员的特点的，特点或者说的性格吧，或者说性格特点，反正就是特点吧。所有伟大运动员都比较认真训练，他也认真训练，嗯，这样子。嗯，或者是说，我觉得就记这一个例子会比较重要。嗯，下面是多少多少天，这个没有什么 made of， 看看，我觉得这你也错过。她是一个，你看，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女人呢？她是一个有特别大吸引力的女人。哦 ，charm， 哦，吸。这个单词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你说，我说这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一个专业，这是一个专业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就是非常很少兴趣的专业，就是非常无聊的吧？它表示的是 made of。由什么什么组成由很少有兴趣的点组成的一个专业，这个女的就是有很多叫什么吸引力组成的一个女人，就是她非常的吸引力，非常的吸引力。嗯，看一下是不是你错过。A feeling of great sadness，你有一些一个感觉吧，嗯，由什么组成的感觉呢？有非常非常伤痛组成的感觉，就相当于伤痛为一起的这个感觉。对，就相当于我们之前我们认为这个固定搭配 sense of belonging， give me a sense of belonging， 什么样的 sense 呢？由 belonging 组成的感觉。嗯，所有归属感的，哦吼吼。啊，你可以用这个记。对不对？那怎么变了？嗯 ，made of，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多的。对，那我放在这边吧 ，made of。但如果要是有的话，翻译可以什么组成？可以猜出来吧？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猜出来吗？比如说，a place of， flowers。啊，有。能猜出来吗？A place of flowers， 你们猜不出来。
啊，不是，A place of flower， 就是这个地方有好多花儿。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这个有什么什么组成这个意思的话，我就可以猜出来。我说 ，I see， 我看到了。I see a room of。I see a room of flowers。我看到一屋子的花，你会这样理解吗？我看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很多的花，是由花组成的。这个房间里有很多花吗？你会这样翻译吗？现在可以了。哦，那还是需要学的。对，我觉得还是需要学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嗯，我想想，我想想，有时候这样说 ：It is a school of thought. It is a field， 一个领域吧。对。Of knowledge. Of 什么？对对对，反正一个关于什么什么，由什么什么组成的。It is a union. It is a group of scientists. 嗯，你可以知道吧？由 scientists 组成的这么一组人。嗯、可以可以。啊，你这样理解了。你这两个吧。是的，理解它。也可以。我们先试一下，可能后面还会有这样子的。嗯、used to connect 这个东西就是固定搭配。Used to often an adjective 在形容词的后面，当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不说这个太难。Relating to 这个是关于的意思。嗯。Relating to 的 about 它这个是它这个级别。嗯。Let us consider the events of the last 5 months.Consider the events. 关于上五个月的事情。对了，对了，这个是知道的。Why in ever thinking of you? 啊，我们可以考虑考虑你。About Not of every. 我觉得这个都能理解呀。看的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嗯，我天哪，这么多意思！不要慌张，不要慌张，不是所有的你都错啊。嗯。想，我现在才知道，就是之前学口译释义的时候，嗯，实际上帮我们检查了我们的语法。我们老师也没讲语法，你不知道，他们口译的老师上来就教你这个 of 怎么译，不给你讲语法，嗯，就跟你说看这个就这么翻译啊，就不讲语法，但是可能是潜意识里面学会的。How it happened because it suddenly didn't happen of itself。我们再回来看啊，我们看现在学会的这几个，四个对吧？一个是 belong to， 一个是位置，一个是特点。一个是 made of， 这四个你都是之前错过的，或者 of， 什么什么的，对吧？嗯。AI was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属于哪个？victim。怎么拼啊 ？victim。His own success， 属于哪个？一二三四，哪个 ？Wait on his， 嗯，牺牲品，牺牲品，前面是牺牲品，后面是他的成功，他自己的成功。因为吧，一个牺，一二三四没有因为哦，属于啊，对了，啊，再 check 吧，你从这找 off 了，对好，哦，又是昨天的。开始了。第一个 off 呢？啊。The return of AI。嗯。他的属于。属于。对。
我都忘了刚才讲的什么。糟糕，关羽。关羽，对。然后这。这个呢 ？Achieving field of research。Rich， 这个。不对 ，overachieving field of research。这个就是那个组成的那个吧。一个没有办法成功的领域。这个就是所有的研究的。什么样的领域呢？对不对？不对不对。是由研究组成的领域，这也翻译得通。翻译得通。其实有什么组成和属于，是不是可以翻译成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翻译成一样，你麻烦了。对那些花，对吗？在这些房子里面。对，我觉得你这个是对的。由这些研究组成的领域，对的，对不对？这个是对 ，by a group of researchers， 那就是关于，哎，不对，也是组成，组成，组成，组成。然后再往下 ，all of them， 他们说这你会，他们所有人，对，growing power of computers， by the growing power of computer head， 我看啊，这个。A public read on science fiction movies and excited by the computer. 的吧，就是电脑的。的电脑它，的 power。四步。比刚组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吧？属于的关系。对吧？对啊，电脑的，它的那个什么。它能量还是它的特点，不对吧？这个 power 是属于 computer 的哦，是特点，是不是？我看看，哇塞，你太聪慧了。computer 有增长能量的特点，我咋觉得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我咋被自己给推翻了？就是，是属于吧，对这个电脑。我怎么觉得你说的是特点是对的呀？我看看啊，说的，哎，其实我也觉得好像是属于或者是特点是都对的。嗯，换一个，后边没有见过的 defect of， 这比较容易嘛。Victor， 对，就刚才的 Victor。啊，这个一个什么什么 of 三十个什么。猜是什么？包含啊，对了，是属于这个是吧？组成，对对。哦，现在一看这个结构就知道是哪个了，对吧？是，又是对的，就是屡试不爽。这个简直是太，这个方法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的天，这要多少个 off？ 你看这个题里面有好多 off。真的是经常碰到 no sign， 没有一个 sign， 我都是翻译标志，对对，没有一个标志，像是一个特征吧，就是对特点，对吧？就是像是一个什么的 sign， 这始终没有一个标志去属于吧？对的。属于一个 HAL， 然后像是一个那个电脑。那下一个我会了，我一般做三个我就会了。啊 ，theory of 什么？属于，对。你发现我会的比你会的慢一点。topic of 什么？关于，属于什么的？对对。Conversation 的一个 topic， 就是他们讨论的一个 a range of separate research 范围，对，包括吧，包括对，组成那个，这个真是太好理解了哦。Oh, 这个看你会不会 a degree of success， 组成吧，成功可以组成 degree。对，你会可以组成成功嘛，对吧？如果你是组成的话，前面那个就是 attribute of degree 是那个什么吧，某种程度上面，某种程度上面的成功，就像特点，
对，我觉得是第三个特点吧，嗯，对吧？因为它这个 deploy 这个词很像 attribute 这个词。是的。好了，我们突破了，比昨天那个 for 搞得更快了。嗯，我现在基本都知道，就是对这个词是不是类似样子的。你看这个 attributes 跟这个 deploy 明显是类似一样的词吧？对不对？什么什么的特点？对，好像它都有一个结构，都很像的。对对对，用的都是在一起。基本上发现了这个套路。嗯。全是你瞅瞅、哎。我现在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错的，其实就是介词这错了。对，经常不会反应，真的懵懵。我找一个。我找，找男的啊。后边还好，没有特别难。后边是恶地超户那一篇，没有特难，恶地超户。The concept of working with parents for idea, place of work, the report of the age of 3 to 5 is the vital importance of the first 3 years. 我觉得都挺容易的了，后边都可以看出来了。Oh, the vital of 组成 layers of this.我的天，这个呢 ？Layers of 什么什么什么？这一个句子里，我只认识 of， 还有那个盐。我都不，我它不是盐，它盐是 salt。我也只认识 of， 那你说是什么什么的什么？长得类似于这个样子的。这是 lawyer 吗？ Lawyer 对 ，layers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什么什么人呗。Layers 是一层一层的组成，由这后面这些组成了一层又一层的什么东西。对，哇塞，你太聪慧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知道前面这是一层又一层的。我脑子里边想的就是，你知道，就是那天我给菲菲写的那个口语稿，就是他说的特别讨厌冬天，因为冬天要穿一堆衣服，就是你说的那个吧，你有很多衣服。你说你喜欢买衣服，因为冬天的时候，你说是不是你那个衣服，穿衣服你可以有不一样组合啊？你说你的那个你要一个大柜子，因为柜子里边可以放冬天的衣服。你的口也可以搞啊，是你的吧？嗯，不是，是他的，那是他的，他有。但是这个，但这个确实是也。我告诉你，我也很同意。什么感觉？就是。你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穿很多衣服，对，一层加一层的，就是这个。走路感觉都特别。对，就是你有很多many layers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好几层，你知道吗？嗯嗯，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穿衣服那个好几层。因为我会这个表达，我就可以拿这个套那个，我就知道哦，后面那个东西就像衣服一样嘛。Layers 什么就是好几层的后边的那一个，嗯，对，刚好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组成嘛，有什么什么组成，这个好几层。再看一个，其实我刚才没有反映出来是组成的意思，我反映出一层一层。我现在就完全领悟你说的那个，就是边读边想图像的那个。哦、oh, ，对对对，知道吗？就是你想想，每一层一层叠起来，那不就是肯定是组成好多部分。Availability 是，这个东西是，对对，是不是有？比如说 ，the availability of books， 就是说是不是有这个 books， 在这个商店里面，这个书是不是正在商店里面 ？Available 的意思。比如我说 I'm not available， 就是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或者说 the books are not available， 就是说这本书不在商店里面，是这个意思。哦，不被提供，是不是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中文翻译出来。哦、那我说 the availability of cheap electricity， 这我知道。目的？不知道这个我。一二三四。我马上可以看出来，特点肯定不是位置，
对，属于是属于这种颜色和什么东西的，属于什么？难道是特点？我会做排除，不是一，不是二，不是四，所以就是特点。哦，好吧。因为 availability 是个来形容后边那个名词的一个特性。对，是的。比如你刚才那个 feature 也可以啊，你记得我昨天上那个免费课 the feature of 什么，不就是特征吗？那个码吧，你居然没有看免费课。Quizlet 里面放那个 feature， 你记得上次咱两个人弄那个 Quizlet， 对，搞了一个码，然后我们把 feature 放进去，出了一个码，正好码还是牛哦，不好意思，松鼠。对，我就说松鼠嘛，是那个松鼠，你可以说哦，因素哦，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你可以说，你可以换一个动物嘛。好 ，feature of a dolphin， 最近我很喜欢 dolphin， 有拼错啊，就是它的一个特征，这个刚好就懂，这个吧？哦，对 ，features of person， 是的，是的。你还可以说 the personality， 什么 qualities， 写作里面的 qualities of， 对 of a leader， 嗯，你说 qualities 一个什么 of a good teacher， 嗯哼，可以就这样说 quality of a good parent， 肯定会考的，那个阅读里绝对是有这个的 quality of， 还 fit 肯定对这 features of 和 qualities 都会有的。Feature. 会考你这个研究的特点 ，the features of the study 是什么样子的，肯定会考的，肯定会考什么什么研究的特点是什么什么的，还有那个先天和后天的那个，他就会考过先天和后天那一篇，刚好考过 characteristics of 什么 talented people， 在他的第二个 body 段考的，我还记得，你回去找找那篇文章。刚好就考，就是说天才的特点是什么？genius， 天才的特点，绝对是有这个。他一些性格特点什么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嗯，这个 off 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们 off 就结束了，把 off 这个这三种写法总结在这边，你全部都先总结在一起，这四个。对吗？这四个总结在一起放在这儿，然后我今天再录，我就可以提高了。我这个 off， 嗯，就可以提高了 off。然后昨天我们早上起来搞了一个 for， 有没有问题了 ？to， 你觉得会有问题吗？我觉得 to 没有什么问题。目的是 to， 哎呀，我觉得还嗯，它问题出现不太大，最大就是 for 和 off。你确定吗？嗯，你看一下 ，use before a word， 是的。I have to， 这个应该没有。I need to eat， 我需要吃饭，这都固定搭配，你都会了吗？对。嗯，看一下啊 ，use after some noun， 在一些名词后边，这就是那个 ability to do something。我写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图。I don't get 这是事实，我现在控制不了，因为我要 walking。 这话什么意思？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对，我没有那个能力吧，什么样的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控制自己吃多少吃多少。嗯嗯，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个 use after 一些名词，在它一些名词的后面的，它是一个介词的作用，在一个名词的后面。比如说 attempt， my first attempt to IELTS test was in Chiang Mai， 我第一次考雅思是在清迈。嗯。First attempt 就是第一次尝试，就是反正就它是尝试哦，它是这个语境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试了三次，就是说你有三个 attempt， my last attempt of two IELTS 我取多少多少分，就这个意思。Now, a clause containing two 加 infinitive to go overseas on your own is very brave。 这个应该会吧。To go overseas on your own is very brave。 这什么意思？ Go overseas on your own is very brave。哦，就是你去出国的话，是让你自己特别有勇气，你有勇气自己出国。对，不对，是自己出国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让你，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的事，那么它是一个 clause， 你就把它当做是 non clause 就行了，刚好是 non。non clause， 对对对。Was two. My plan was two. 哦，我觉得这个难。我说 my plan， 我原本的 plan 确实是 my plan was to cut to 10% body fat， body fat， but I stopped my body fat was 12%。 我怎么发言？他在做某些事情，因此为止吧。好，这个表达你不会。To cut to 我不知道这个。To cut to reduce to 吧，降低到。降低我的 body fat 到10%。对，我的 plan 是降低我的 body fat 到10%，但是我在20%就停了，看了吗？后面这个是一个名词的位置，是 A is B 的位置。Take out into my partner to take. 这是那个。我的计划本来是。My plan was to. 去。这一个部分都当做名词。相当于我的 plan 就是后边的这个，直接翻译 to 就不翻译了，它只是连接这个部分的一个东西，懂了吗？比如说第一个我翻译成我的计划是把我的 body fat 降低到10%，你后面这句一样，我的计划原本就是在清迈考雅思，但是现在我要在北京考。懂了吗？就是 take out 原计划是要去，对，原，因为我这是一个过去时态，对对，原计划是，然后是的后面这个 to 你就不翻译了，懂了吗？好，这个 not clause 肯定没招。它就是为了引导一个句子来做啊，对，就是整个它是一个名词的这个，对对，做宾语的成分，所以比如像等于和下面这个是一样的 not clause。不管，只是一个做主语，一个做谓语。对了，比如说我建议这个，我说 to cut my body fat， reduce 吧，把我的 body fat， my body fat to 10%， it's too difficult。 这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了，就是把我的 body fat 减到10%是太难的事情啊！那这么减就不是人干的事儿啊！我不要那样生活了，我真的不要那样生活，我觉得那个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是非常 stupid 的一件事。下面 J
这个其实还是有问题的。Go to do, I'm going to see my sister. 这个没有问题。To be honest, 这个没有问题。To tell the truth, 没有问题。There's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be done. 这个不行。To be done. 他写的是 there are. 好。There are so many homework to do. There are so many homework to do.什么意思啊？这有很多作业需要去做。接替句型表示什么呀？这儿有。对，就是说，对，这就是说一个什么范，一个范围，范指。接 B 表示存在。好了，这个语法，我就复习了，语法课里边有。嗯，好的。表示存在。实际上就是 there are so many homework for me to do 吧。好的，给我的，对吗？我说是，我需要做太多作业了，懂了吗？然后这个 to do， 他的意思是说 to do 加 there be 后面。哦，对，就要这样的是固定搭配吗？对，固定搭配。哇，他这写着呢，他说 there's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be done。嗯嗯嗯。To be done 吧，你也可以说 for me to do 我是主的，你也说 there are a lot of homework to be done， 那这时候你就不知道主语是谁啊，肯定主语是你啊，那我可以说、there are a lot of ways to be washed， 太多的盘子要刷了，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谁要刷这个盘子吧，有点太吧，我就有太多盘子要刷了。就很多盘子等着被刷，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太多盘子要刷了。去比就是，一般你给你编一个阅读里面句子啊 ，a lot of， 还有一些 new areas to be explored， 还有很多新的领域。被扩张，你记得啊，它永远都是将来等着我们去研究做的事情，去探索，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说 to be done 将来要搞定一些事儿，就是这样。there are 还会说 a lot of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要么就是 mysteries， 对吧？给回答吧，一般都是说某人出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比如说 AI 吧，已经进步了很大了，对吧？对吧？就或者说，但是关于 AI 这个领域，还有很多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懂了吗？题就是这样出的，懂了吧？这个 direction 没有问题 ，go to 什么地方 ？That's direction。I lent my back to。我把这个东西给了他。去一个地方。I did this， 他说。To 表示是方向。In addition。这个吧 ，to receive something， or to experience an action。The dress。他收到了什么？他说，I told that to。I lent my back to my brother. 我把我的自行车借给了我的哥哥。嗯嗯嗯。
定的是吧？把它方向，不是这么的。特别的时间，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知道。up to now。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很聪慧的啊，我说我说这个，因为你之前昨天讲过那个片子，课文里面就有这个词。我说 It's only 2 weeks to Christmas。这还有两个星期就到圣诞节了。对，现在就对了。你以前翻译不出来这个。对。早在一个月之前，你还一脸懵逼。是吗？是呀。你最近就翻译了两篇，但进步很快呀。哦，真的。我这两天尝试了一下，我读了一下原著，就是英文原著，我买了一本，还是可以读懂。除了生词啊，就是大概它的结构，我还是可以读懂。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是，不再恐惧看英文的东西。我是因为教了你之后，我今天早上还在那里，就偶尔会想这件事儿。我以前不认为会说英语是个 advantage， 我觉得我就是会说英语。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skill。然后我每天都在想，我想 develop 一个新的 skill 才行，不然我就失业。我每天这样想，然后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我会失业什么的。然后我后来我教你之后，我才突然间想这个问题。我想说，其实我们都忽视了一点，不管你现在的语言水平有多高，你也都是会说中文的吧？对呀、好，然后。不管你现在英文水平怎么样，你比起那些不会说中文的会只会说英文的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英文水平绝对比他的中文水平高。 对， 对吗？所以、comparison 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优势是虽然我们的英文说的还不是特好，但是我们会说两个语言，对吧？对，但是他们可能只会说，而且你不要忘了，我们会说的这个中文的语言，是一个那么有钱的国家，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永远都学不会的一个语言，而他们学不会中文，他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有钱的国家生活。又说一次，但是英文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并不难，相比于中文对于他们来说。中文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这辈子都学不会，别想，对吧？就是你那些学生，能有几个学中文学很好的？不行，说不明白。但是英文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已经是一个 advantage 了。我们真的很幸运。跟他们交流是没有问题，对吧？就是，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更自信，就会觉得，哎，我们太牛逼了，可以会说英文。我现在才有这个意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太聪慧了，会说英语，是一建立在我们会说中文。如果你是比如说你会说泰语又会说英语，我不觉得你很牛逼。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dvantage。那泰国那么穷，但是你会说中文就不一样，因为会说中文本身就是一个 advantage， 它是一个很难的语言。也就逻辑所在就是我们掌握中文已经证明我们很聪慧了。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很聪慧，同时我们又会说英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套路是这样的，因为觉得自己可聪慧了。我们把这个 to 的全部都整理好了吧。 ability 这个是名词加 to，翻译成什么什么的吧。一个，我没有能力去控制，我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控制。实际上这个 to 还是不翻译，对吧？不翻译。它是介词的目的，不翻译，它只是连接这两个部分的，就是连接。如果不翻译，好像确实也不影响。对吧？两个部分，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做什么的能力呢？控制，还是要翻译。
做什么的？我说去。关于关于吧。关于。就关于。我觉得去不是。你看，我没有能力去控制，我没有，尝试去。哦，第一次尝试去考雅思。去啊，嗯。那这个 solution to。但并不是所有的，刚才不是找了吗？那个名词那个，嗯，那加那个的，并不是所有都可以这样翻译吧？你的 desire to do 什么，在吗？我对于什么的渴望？那解决这件问题的原因，这个事情的原因，我说我没有能力去做啊。哦有了有了，我说 I don't have the desire to do something、嗯、我没有这个渴望去，可以翻译下去，可以翻译下去、啊、你就记得前面是一个名词吧，你还记这个结构，你不要记、嗯、第一个就是一个名词加一个 to 再加一些东西，然后我把这个 desire 给你画下来，你就应该知道找类似套路的名词了。嗯，contribution to。什么什么的贡献。或我们说、哦、换一个简单的词。什么什么什么的 approach to attitude to 吧 approach 什么态度啊啊 attitude 嗯这个知道，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是 to， 然后 to 的一些用法全部都在这边了是吧，我就说这个 to 有问题，嗯，然后把退句话全部都写在这边，我先暂时这样写，然后我录下载一个视频，我碰到你的用法，我就可以照这表去讲了。对，问看看能不能对上，能不能对上？省略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我把这省略给删了，我觉得省略的我下次肯定会提到，没有那么傻，我会记得的。对，没有健忘到那种程度。对，应该现在就是我们解决这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嗯，然后明天还是我自己录，那明天就多录了，对，然后我也行，那明天你录哪个我可以提前先做，然后再直接就对答，对对对，做到我自己觉得没问题，我就是录下边那个呀，我给删了吧，就你写到表里的那个，妈的我你好像刚才给删掉了，为什么要给删没事没事，我这有那个课件，我不是下载的吗 ？Matching 吗？对不对？对对是这。那你就一个一个看，现在就是嗯，剑桥者，剑桥是剑五，我 Test 3，那就是我怎么讲那么多题、啊？我干嘛要讲那么多题？我昨天一看这课件，我想我是疯了，怎么讲了那么多题？我从今天开始又复习一遍语法课，我准备再重新听一遍那个语法课。挺好，那语法课真的是最好的。我觉得你那个讲的真的特别好。我跟你说，我这好几本语法书，昨天还在看，我怕我把林思颖同学讲错了。啊！天哪！就是这本书，你看我这里面唯一有的。雅思的材料就是这个，就是 Cambridge 这个语法书，好几百页我都看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Baron Isles 这个东西，我拿这个讲写作，这也好几百页的书，314页，之前那个435页，我看了两本，才搞了一个那么点儿语法。剑桥Test 3 P 1对吧 ？P 64页。然后明天你要做，明天我录两篇呢。明天我只有早上，我只有早上有一个学生的课，就是给他一个小时。我不是跟你说我要给他讲怎么用 Quizlet 吗？嗯、哦，对。对，我明天就是那一节，相当于是一个 orientation 课，6点到7点。所以我给他下完课之后的7点开始，
我就开始录这个，嗯、录到九点。好的。刚好我可以，就我就录两篇，两天就可以。哎，哦，我明天录。对对。所以我就估计我八点就录完了，我可以去训练了。八点。录哪两篇？这个剑五三三和剑五三一。Passage three 的 Passage one， 录过吗？讲过吗？这个不是吗？就是咱们今天这一篇不是？我今天写的是 Passage three 呀、啊。我看一下。哦，到这了，我错了。对。我该录这个了。Passage four 的 Passage two。对对 ，GA 吧，对吗？对，哎、我明天准备，我晚上一下，我今天把这四个全部都给搞了。好的。你觉得你明天只可以做这两个吗？你昨天做两个？做你原本做主要是对答案比较慢。你原本一个做了多久？我今天就做了这么一个，花了早上一个半小时，做了前三个那个段落，后面的快一点。对答案很慢，那你为什么我刚开始是点慢？因为前面那个段落长呀。啊。我看一下，你看前三段就挺长的，后几段就很短。一篇文章知识点。你一篇文章用两个小时吗？哎呀，咋也得两个小时，连我自己做，差不多。两个小时。一二三，我数啊，一二三，四五六。我觉得明天要做两篇就差不多，明天周六吧。十五、十一、十二。明天上午我做。十五、十六。下午去。十七，十七，我怎么讲那么多文章？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呀？我天！惊呆了。这阅读课怎么那么多呢？我昨天打开，我在想，这是我的课件吗？那 multiple choice 还一大堆文章哦， multiple choice 没了，就三个。好像 matching 是最多的，还有那个 list of heading， 就这两个你讲，剩下那些不就是做题？好像 list of heading practice， 嗯， list of heading 不是 list of heading 是最多的， matching 是最多，因为 matching 难。哦、oh, ，对，剩下那些我就挑了那些 matching 讲过的题，就是有前面有 fast reading， 说 fast， 后面就不是特别多了，应该是。嗯嗯，我们就说最多三十个了。好，你明天先试，两个。你明天先试试这两个看的速度是多少？行，应该是。我读很快，对对，视频比较慢。但是我觉得也会随着做的多。哎，我想一下，更快，可以快着点看。没有捷径。有，肯定一样想一下。肯定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优化的。我想想。不是你想想我错的少了，我对着的我不用写那么多了，我就顺着看，我不就快了。是。你打字快吗？嗯。你打字快，我是这样的，我每次是先做完吧，然后我看视频，看视频我直接在上面写，写完了之后我是在那个我另外的一个就是文件里面，我是把原文复制到了，就是到了一个那个 folder。不是，如果是我，我就这样来啊，我告诉你，我怎么来啊？我就看着这个嘛，然后看这个句子吧，我就开始翻译了嘛，我就会想啊。形式主义吧，我说巴拉巴拉变得 acceptable 了，可以接受了，可以接受，是一个套关于 computers 的。那这样的不可以计时呀？哦，对，对吧？那你还是要录下来，只有录下来是计时的。对，我就是计时，然后心里做，我一般都是这样的。你心里觉得你已经被证明不行了，前天已经证明你会跳过你的错误了。嗯，好吧，对吗？我觉得还是心里做那个已经就不行了，还是要。但是录，但是对视频岂不是更慢？不是你看你现在是拿手机录对吧？好，你现在录一句话，看一个视频，就第一句话读完吧。
啊，你放三分钟视频，然后你回去，你放完视频了吗？你回去再去听。我觉得应该是一段一段的，这样比较好，因为这样的你像一段、哦、你要读完之后你可以知道这句话，对啊，大概什么意思，这句话讲这一段讲的什么，正好和你的 对，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你每一段录的内容控制在40秒啊，哦，这是必须的，因为、啊、你记得上次你和菲菲一起上过一节课，菲菲说、嗯、说你说你写不下来完整文章，他说哎你就逼着自己也可以写了，我觉得这句话很有穿透力，你懂吗？就是你逼着自己45秒钟。我曼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就有一把枪顶到你脑袋上，你今天必须把这事给干，你怎么办？你还是会干的。”所以你每次你觉得45秒不大可能的时候，你就想：“现在就一把枪顶到我脑袋上，妈的45秒就必须把这干了。”嗯。提醒你一下，两个段落在一个 A 一个字母下面的时候，这两个段落就那第二段就可以少读了，你知道吧？early childhood那篇我不是讲、嗯、我说好 A 段读完的意思 B 段和 A 段意思很像，嗯，可以顺着，但是 后面如果都顺承，你不就说直接提主语，它都是解释，对，我去，明白。你现在一个段读的还是慢，对，你看我第一段1:24，然后下一段55。对，你现在就是要分析多的那个10多，为什么你多了10多秒？多读就是后面我总是想找找那个主语，然后分析和上面有什么关系，然后就。你现在一段读1:45，但你都可以读懂，对吧？对，大概知道能说啥。所以你现在读第二遍的时候，就是要在想这一个段，你今天不要读新的，还读这条、嗯、对，你就要想这一个段落我读的时候少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在45秒的时候读好。嗯嗯，你还是可以提高的，你在每一个段落没有在45秒搞定之内之后，你就不要继续读新的。比如说这个段落吧，原本是1:30读的，你就练这一段、嗯、直到你练到可以不是读的速度快，而是少做一些内容。比如说原本你读这段说你做了1、2、3、4、5的7件事，现在你发现你只需要做1和2，这个叫进步。嗯，原本你也是画了5个词，你现在也是画了5个词，但是你画了这5个词，可能你原本除了画过词之外你还干了点别的事儿，导致你这5个词读了1:30，但是现在你画了5个词之后你没干别的事儿，懂了吗？你只画了这5个词、嗯、然后你很快比如说10秒钟理解了，好的，懂吧？所以你还是、嗯、我会建议你把读长的那个段录下来跟我的视频比，你就研究，你就是一个段研究你为什么这段没有通关。嗯嗯，对吧？还有你可以对比你已经通关的，你研究一下为什么已经通关，真的是因为，然后你就问自己问题啊，你要想真的是因为那段短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段的结构比较清晰。是结构吗？这个结构我每次还是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叫结构这段就是总分的关系。哦，就是它有很多解决方法，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你肯定10秒钟读完了。哦，懂了吗？然后比如说你会发现，遇到那种转折，你就会读得慢吧？你需要问。对对。怎么才可以读得快？这 A 段，这个 A 段有快4、5个 but， however。对啊，对，你就然后就这样段落，我怎么样才可以读得快呢？嗯，懂吗？你现在，所以你就要，所以你下次上课，你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嗯，你分析完了你自己这个优化 ，A 段我就这样读啊 ，After years of the blah, AI seems to make a comeback. AI 怎么怎么样 ，but 怎么怎么样，我这个可能就跳了。没事 ，this 怎么样 ，research 怎么怎么样 ，it's not always and it's not always hype. Why that? The term 怎么怎么样 ，AI。Admittedly, but 那我就读最后一句啊。嗯，
真正慢下来是最后一句吧？对，啊，最后一句其实是这一段最重要的，对吧 ？OK， 那我就慢下来读。The fact that others are starting to 什么 suggest that， 对，我一般就这样读的。但是这个事实，什么时候用于事实又跳了，暗示着 AI 已经 move on， 成了一个不再是那个 over ambitious and achieving field of research。哦。不是这两个领域的这个。然后我读的时候就不会翻译成中文了。我的 over ambitious 和 under achieving，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英文对图片。嗯、你想想具体图片是什么样的吗？爱丽丝知道意思，没有信就是理解意思就可以了。嗯嗯，懂吧？嗯，你再来啊，这个文章还要重读。好，我觉得，嗯，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懂了吗？我觉得我明天给你读一遍吧。嗯，啊、就一个就够够了。你走不了两遍，对吧？我觉得我做不完。今天做这个，明天录一个新的，然后你去、嗯、去做新的，试一下。嗯，好。看看他们我这次那个，我这次录音。不管这个表是肯定会用。